首先的话，刚刚我们凤回圈哈、哦，如果一加到一啊，一加到九十九的话，一加到九十九，那你会发现哦，来方便借我一下哈、哦、，OK， 那你会发现呢，这个 I 有没有？它实际上是 in range， 也就是它自动会帮你产生一个什么呢？一个清单。那这个清单实际上呢，对应到的就是类似一个中括弧，一逗点二逗点三，一直哒哒哒哒哒，帮你什么产生到100前一个99，所以这个 range 实际上就是帮你产生一个清单出来。然后它个 i 的话，就是说它会先抓第一个，再来的话哈，实际上它里面会自动帮你 i 加一啦 ，i 等于 i 加，就是帮你加了一之后，再找下一个，再找下一个啊，还有。啊、所以你会发现这个总和出来的结果、哦、就是利用这个方式帮我一个一个的去执行。但是如果今天换成用 while 来做的话，有什么差别、哦、基本上呢大部分的功能都是一样的，可是你会发现、哦、一在 while 回圈里面、哦、它没有初始值，也就是 i， 你会发现、哦、我这边的话 i 可能要先告诉它一个初始值 i 等于0，好、哦，第一个哦，啊，在 for 回圈里面不用。第二的话呢 ，i 等于 i 加一啊，当然你也可以写成 i 加等于一啦，哈、哦，这个写法，意思是说呢，你如果要下一个、下一个、下一个，在 while 回圈里面哈、哦，是必须要自己加这一行。如果你没有加这一行，或者是说你加的位置错误，它也会变成无穷回圈。比如说你会发现哦，假设有同学怎么样，这一行忘了写。那这一行忘了写有没有 ？i 永远等于零，所以它基本上后面是一个条件。当什么情况下会进入回圈？当 i 小于100会进入回圈、哦、所以后面这个是一个条件。所以你会发现、哦、如果它没有把它加一的话，这个时候如果执行会怎么样？会变成一个无穷回圈、哦、所以坏哦回圈也非常的危险。为什么？因为你如果逻辑写错的话、哦、它会变成它出不来，出不来之后的话呢，它会一直跑，一直跑。停不下来，那停不下来怎么办呢？不过在那个 Eclipse 还好啦、哦、如果你把它执行好了、哦、执行你会发现、哦、它会一直跑，但其实没作用、哦、为什么？那你如果要停下来这边可以停、啊哦、把它停下来，或者你这边可以加一行、哦、假设你这边、哦把那个 print 出去，也许你这边、加一个 print、哦、print 什么呢？把那个 i 的值也许 print 出来、哦、这样子就是sum 加总，然后 i 的值，它没有加一啦。不过你会发现我把它 print 好了，你会发现它一直跑，你会发现它出不来，因为它永远都是零嘛。啊，永远都是零呢，就会变成无穷回圈了。那、啊、怎么办？没关系，还好啦 Eclipse 这边有一个哈、哦，让它停止的按钮按下，或者是说哈、哦，如果你今天在那个什么呢，在 DOS 环境底下可以用那个 Controls 那个什么Auto 加 C 啦、哦、可以强制让它停下、啊、如果 Eclipse 你可以这样停掉，那如果我把这个地方加一个什么 i 加一的话、啊、它当然相对的、哦、它可以再让你每一个都加一次加一次、哦、那这个地方的话呢，我把这一行拿掉好了、哦、OK， 那基本上呢它才会帮你累加，累加完之后再做输出 OK、哦、所以这个地方的话我们来看一下输出 OK 按 OK 好，结果一样，但是跟凤回圈、哦、我想各位在稍微比较一下两者的差别，一就是凤回圈里面只要给它一个 range， 但是呢在换回圈里面需要自己把它加一，给它一个初始值，一初始值二加一 OK 这里、啊、那再来的话呢，在换好后面呢是给一个什么呢，进入的条件，如果这个条件为 true 的时候它就进入到这两行，如果不是为 true 的时候呢它就会跳离了 OK， 所以你会发现、哦、它会一直怎么样，当它等于0对不对、哦、然后跑到这边的时候它第一次如果等于0那就是小于100嘛，所以会进到这边帮你加起来，所以那第二次加了1之后就换成1、哦、然后再加234，知道什么呢，知道它变成100的时候，100之后的话呢，如果100有没有小于100呢？当然没有啊、哦、所以基本上它就跳到这一行了，所以基本上、哦、如果这个条件为 false 的话，为否的话，它就怎么样跳到这一行，并且帮你把结果给输出、哦啊、所以这个地方的话呢、大概就是第一个、哦、那个 while 回圈的跟刚刚那个 for 回圈的比较。
那第二个的话呢，当然哦，我们一样刚刚有做了一些，比如说奇数啦，所以你这边可以这样再加一个 if 的逻辑判断，如果那个求余数等于一的话，那表示说它是奇数，再把它加起来。那加的位置哦，我想跟刚刚那个 if 啊，刚刚那个 for 回圈还蛮像的哦，所以基本上差异大概就刚刚那个地方。那 break 的话呢，也差不多，所以我可以加这边有个 break continue 哦，所以请各位试一下了哦，利用刚刚那个 for 回圈部分呢，把它改成 while 回圈哈、哦。那改完之后的话呢，当然哦，待会呢有一个比较复杂的哈、哦，刚刚有提过了。如果说我要把99乘法表把它改成 while 回圈的话，哇，这个当然就是一个稍微又更挑战的啊、哦、一个程式，你看做出来一模一样，但是怎么改？哦啊，其实有的时候啊，我甚至哈、哦。如果我要改的话，甚至我可以把刚刚的 for 回圈有没有，把它 Ctrl V 到这边，那找出它的差异的地方，再来做修改。那、啊、其实也可以改出我要的 while 回圈。那这部分我想哦，请各位先稍微试一下，了解一下 while 回圈的特性。那待会我们再来看，就是说如何把那个 for 回圈的那个99乘法表哈，那快的可以把它用 while 的方式呢做输出哈，那请各位稍微试一下哈。